连线的，连线的。对，如果说比如说这是六台机器，你要全部把它连起来，统一是七块板子，明白没有？不是个原理。比方说，就是说六台机器会全部连在一起的呀？都要七块板子。对呀、啊，六块这样子的板子就是放在这里，然后就还要加一块叫主机板，还要叫丝。就比如说一台机器是一块板子，一块主板加一个主板，一台机器一块板子，你单机的话它一块板子就够了。如果是连线的话，不管你是80台、20台都要加一块，你20台机器就要21台。哎，对，明白。这些东西，他妈跟他们说的说的就是跟他说的感觉。Yeah, really.이번에는그때세이그시간을나그래야겠어